有请主持人邱启明。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向时尚致敬》，爱莱伊时尚羽绒服，我们约会吧。特别的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支持我们今天的录影，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上场男嘉宾，他的爱情最主张他不要什么？我不要自私小气的女生。第二不要？我不要强势的女生。我不要说话不算话的女生。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好，这位男嘉宾来自世纪家园交友网站。你好，你好，欢迎你。哎，大家好，我叫李瑶，来自天津，今年31岁。我的交友宣言是：简单爱，简单生活。好，来有请 Mr. Right 为我们匹配出前30位女生。掌声欢迎这30位姑娘登场。好，来，姑娘们辛苦了，来，我们全场亮灯，欢迎李瑶先生。仔细看清楚我们30位姑娘啊，找出心仪的那位。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位姑娘她是谁。河南嘉宾最匹配的是18号朱思慧。匹配总分71分，外形70，兴趣90，个性是65。男嘉宾你好。哎，你好。然后刚刚说我跟你最匹配叫18号朱思慧。我们没找着。这个 stride 有点大。男嘉宾你平时喜欢什么？旅游啊，健身啊，摄影啊一系列。哦，你还喜欢笑对不对？啊，也喜欢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笑。平常喜欢吃吗？喜欢。哦，我不喜欢。你信吗？不信，逗我。好吧。很聪明。哎，谢谢。好，记住了，理论上最匹配的18号朱思慧。哎、来，30位姑娘，我们一起来为李瑶先生打一个印象分。如果觉得接下来有发展的话，请为他继续留灯。男嘉宾你好，一下来就看男嘉宾穿着一件绯色的衣服，男生穿绯色的衣服挺少见的，不过挺好看的。你色盲吗？我怎么可能呢？我是学画画的呀。你说他衣服是什么颜色？绯色，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妃。哦，我以为他说灰色，我说这身上哪儿能找到灰色呢？这，啊。但是我为什么灭你灯呢？因为我发现男嘉宾一直这样式的，我紧张的时候我也愿意这样。启明，我爸就说我像一个儿童剧的报幕员。你说我跟你在一块儿，你紧张我也紧张，咱俩对着这样，别人走到咱俩面前，哎，这酒店新来俩迎宾，我一想这画面不太好。哦，没关系。13号齐越。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你瞧男嘉宾多有礼貌啊，宛如一潭一汪清水。你瞧这小脸白的跟大馒头似的，我喜欢。呵呵呵你嘉宾很幽默。对 ，I like， 我对你印象超好耶。谢谢。嗯。男嘉宾。哎，你好。就是，哎呀，你看格外的热情。对你印象挺好的，我觉得你还是挺睿智挺儒雅的一个男士，不知道你的内在是不是跟外在就是挺符合。嗯，好，看一看他的内在哈，一起来看 VCR。 大家好，我是李瑶，我呢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从小到大一直在学习这个美术专业，从天津美院毕业后我自然就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家。2005年我开办了自己的画廊，因为呢想成为一名职业的这个纯粹的艺术家，所以不想成为一名商人，
就把这个画廊完全交给我父亲来打理。平时大量的时间都是用来画画，一天可能画上十几个小时，也可能十多天连续都不出门，所以接触外界比较少，这可能也是我至今单身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份执着练就了我超凡的耐性，所以以后陪女朋友逛街绝对不在话下。很多人认为我不像搞艺术的，因为我不留胡须也不留长发，个性呢也不张狂，在这个圈子里呢，我的这种平凡反而倒成为了另类。我这个人呢，生活很简单，除了平时在家画画，就是去外地采风。我喜欢到大自然中去用心去感受每一束阳光，每一片绿叶，用心去捕捉每一个人物的表情，这都是我创作的最大源泉。我呢，觉得自己的个性就像一瓶矿泉水，简单透明。可能有的人觉得它索然无味，但是它却能带给人最大的安心和放心。我呢，也想用一杯水的简单去面对整个世界的复杂。我经历了四段感情，每一次都是奔着结婚去的，但是每一次都被各种意想不到的理由所打败。我心目中的你不需要太漂亮，温柔一点就好，也不需要太能干，踏实一点就好，也不需要太聪明，简单一点就好。是你吗？好，欢迎这位来自世纪家园真人网站的男嘉宾。啊，是我们天津美院的这个毕业的啊，现在呢是做专职的画家了。职业画家。倒真的从外形上来看，不像是一个画画的艺术家，没有那种张狂任我行的这种独特的个性，这种感觉比较老实啊。这个老实倒成了艺术家圈中的一个异类了，我觉得啊。我看了一下，我还为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也是我花很长时间去做的。哎，这舞台就喜欢这个。这是我为您画的一幅画。看到这像，我就又勾起了我这个做新闻的那个念头。这个应该是我当年拿了是南方人物周刊还是新周刊的一个大奖，当时就用的这张照片啊。谢谢您。五官特别有表现力，就是我的语言没有表现力。不是，那个着重画您这五官。不错，你给我的头发画的还挺多的呢，是吧？早认识的话，我就跟你提点要求了。你给我画一大包头。缺什么，心里就羡慕了。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帮我拿好啊，回家我就给挂起来啊。24号会员。哎，你好，因为我是画国画的，我是把爱好做成了专业，正好就是今天包里面放几张就是平时画的那个照片，就是您看一下，帮我指点一下。哎，然后就是启明偶吧，你挑一张，下回给您带过来，送您一幅大一点那个。哎，这太好了，这些来了。来了，好，是牡丹花是吧？国画，再用这个，对，我的用颜色方面，山水花鸟我都有涉猎，基本上都是国色天香系列哈。是，这个我比较喜好点山水，那行，有瀑布的这个哈，给我签个名到时候啊。好的，签个名，谢谢贺源哈，有共同爱好，私底下可以交流交流。16号鞠尚怡。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巧，巧就巧在我也是通过一幅油画考进了我所毕业的院校。好就好在你被采访当中跟我曾经微博发过同样的一句话，用一杯清水的简单面对一辈子的复杂。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被24号抢先了一步，我这儿也有一幅油画，我想让你看一下。你从用色方面哈，哎，构图方面，这个选物方面，你感受一下。这个我对这现代绘画还真是不好表达这个。两个门派，彼此套路恐怕还不太了解是吧？是偏现代，但只是其中的一种，我更喜欢分离派。好，来，最匹配的18号朱思慧。哎，你好。
男嘉宾，你太给我长脸了，我终于知道咱们俩哪里配了。你不是学画画的吗？我们家从上到下全是搞艺术的。然后我也看到，就是我们聊一些画呀什么的，我想聊聊就是生活中您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不会做饭吗？我用这个画画的时间去创造这价值，要比我做饭要多。一般我就去食堂。男嘉宾，学得怎么样？我会做饭吗？男嘉宾，不用急的回答。如果你觉得我不行，我还有一个妹妹，黑金雅，瓜子脸，又能画画，又能做饭，又能吃饭。我这个妹妹咋样？我觉得你特别漂亮，挺好。没了。那还要怎样？现在只是看一个外表，我觉得挺漂亮，挺好。好，你关注一下那个最匹配的妹妹啊。来，十号李婷。男嘉宾你 好，在我眼里，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比孩子还要单纯的人。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应该领一个像我这样的贤妻回家。那他也是天津的。对啊，因为你比较喜欢写生嘛，我本身也是一个导游，你画画的时候我可以当你的模特，你不画画的时候我可以做你一个人的导游，谢谢。您说的太好了，谢谢。男嘉宾，你别被他们忽悠了，就是你这个性格闷闷的吧，你就不能找那种特别安静如水的，就是找活泼一点能说会道的，然后也不能找一起搞艺术的，就你画你的他唱他的，就两个人在一块就没共同语言了，是吧？你得找我，我是翻译，我会让你的画冲出中国，走向世界。谢谢。你看，像我这种360度无棱角都是肉的，如果比如说你采风看到我，你会从什么角度来采我？挺好的，我挺喜欢那种肉肉感觉。真就是你画他的话，你得摆45度角来画他才行，这样能看出来有点瓜子脸，是吧？那现在就挺好。也挺入画的，对，我挺入画，你很会说话。谢谢。男嘉宾你好。你好。你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讲，你觉得我现在像不像一个非常出名的画？你觉得是哪个？蒙娜丽莎。哎，对，蒙娜丽莎的微笑啊。你不喜欢简单又单纯的人吗？在这个舞台上，没有再比我单纯的了，100%无任何杂质。对，完你是画画，我是非常唱像一个唱二人转的大夫，咱俩正好来一个卖这球的微笑。谢谢你，你为这舞台平添了许多光彩，谢谢。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画家，这个有过4段感情，第五段他希望是一段什么样的？来，有请 Mr. Right 大拷问。拷问开始，听说你没有女性朋友，是吧？是呀。我对女性这个定义，不是陌生人就是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我不能对她们太好。为什么呢？只要彼此走近一点儿，出去几次可能她就会追我。遇到喜欢的呢还好，遇到不喜欢的可能会很麻烦很尴尬。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我女人缘比较好吧。拷问完毕。17号郭磊。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听你刚才在拷问中说，就是你和女孩出去约个2-3次，然后他们就会追你，那你觉得你身上是什么样的优秀品质让他们一下就一见钟情了？五官长得还算端正吧，然后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养家。那你是不是对女孩特别温柔体贴呀？然后跟人家一出去吃饭就给人家夹菜呀倒水呀，这个，然后最后抢着结账啊？礼貌我是有的。我也是天津的，你能关注我一下吗？我觉得你刚刚一直在看别人都不注意我。没有。其实第二轮的时候我挺想给你灭了的，因为你说你不想找聪明漂亮又能干的，我恰巧就是聪明漂亮又能干。不想找，如果你要是聪明能干更漂亮，那不更好吗？是吗？那你觉得我这样的行吗？挺好的，我会关注你。好吧，谢谢。男嘉宾你好，你到底曾经受到了怎样的就是异性的骚扰，才让你有一种你不想交除自己女朋友之外朋友的这个想法呢？你不喜欢他接触多了，他一追求你，你不好去拒绝他。我不太会拒绝。你不是不知道如何拒绝一个女生吗？就是如果说以后我们是男女朋友了，
有人暗暗的追求你，我想让你告诉我，然后我帮你拒绝，你会告诉我吗？哦，会告诉。那太好了，我省走脑子。嗯，那我就放心了。然后所有的恋爱我觉得还要活源于本身啊，实际问题。比如我做好饭了，我想让你来吃，这时候你正好在画画，我也不愿意去打扰你，可是我不想说我做好了饭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吃，我觉得到饭点了还是该吃饭。那我要是没有按饭点做呢？这就抬杠了。你这是找事儿，你啊。我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之前会计划好我想要画的部分，嗯啊，之前也会跟女朋友打好招呼，在画作画的过程中希望就不要被打扰了。嗯，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成问题，这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呢，彼此都会互相照应的。 是吧，我今天开始画这一幅画，那中午我可能就简单一点，一杯牛奶，弄一个面包，夫人就找自己小姐妹到哪儿随随便便前往去玩玩逛逛街购购物什么的。16号来。你为什么三不要当中提到不要强势的女人？你是怎么看待强势女人的？可能我在生活里可能我也在某些方面也比较强势，所以都强势了觉得会打仗。我觉得如果你感觉到一个女人强势，那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保护和关爱。一个充分获得安全感和爱的女人是不需要以被动的姿态来和这个男人对峙的。我觉得像这种强势的我没有必要去支持她，就选择她自己所想要的。如果她发觉对方是一个有点性格特别要求独立强势的话，她可以选择放弃，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充分强大的男人，女人自然而然会变得感性而柔软的，因为可能在别人面前我是比较强势的，但是如果一个能够拿捏好分寸来驾驭我的男人，我一定会有一面是在场所有人从未领略过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交往的过程中来逐步了解吧。对，你不要把强势理解得过于偏激，你与其说一个女人过于强势，你不如说一个男人过分软弱。嗯，谢谢。好，李瑶先生曾经有过4段恋情，但最终呢都是无疾而终。那么今天到这舞台上，他依然是对对方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彼此能够感觉差不多就可以啊。来，姑娘们，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男嘉宾你好，我学了7年的画画，你的那种成熟大方稳重就是我想要的。嗯，站在这个舞台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遇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特别特别幸福。谢谢。男嘉宾你好，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我的感情生活是一片白纸，我希望您用您的油彩在我的世界里浓墨重彩。谢谢。画出一幅国色天香的画啊。男嘉宾你好，您的外貌非常符合我的这个审美标准，浓眉大眼，白白净净，您内在的这种艺术气质也非常吸引我。您比较喜欢静，而我在生活中会有些好动，相似的人适合一起欢闹，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变老。刚才我记得您说那个齐月嘛，是像蒙娜丽莎，我想说我不是蒙娜丽莎，我不会对每个人都微笑，但我愿意只做您一个人的蒙娜丽莎，希望您能牵我走。好，来，只能留下其中的一位，告诉我他的号码就可以。5号，王林。王林和李瑶匹配总分69分，外形69，兴趣80，个性36，婚姻价值观是81。王林26岁，本科，报社的编辑，在大连。要求对方是身高180，本科学历，坚决不能找比自己小的，不希望找一个大儿子，希望找一个小爸爸。好，我们来看看心仪的姑娘她是谁。7号李霞，匹配总分是67分，外形85，兴趣72，个性31，婚姻价值观50。李霞23岁，本科，计算机运营维护，在北京。想找心智成熟、偶尔童真、做事有主见、有领导力的男生。期待一刻，倒数5秒，5、4、3、2。李瑶先生，请选择。爱莱伊时尚羽绒服。